在教会里弹奏巴哈的著名曲调，他是创立东海大学音乐系的罗芳华。1965年，才不到30岁的他，就带着坚定的理念，远从家乡美国来到台湾，希望将他从小学习的音乐传授给这里的年轻人。这个就是那个会改变音色的东西，所以这个有三个键盘哈。那这个是我们叫它 great， 它是最大声的。那 swell 是用比较小声的东西。那 choir 伴奏 choir 合唱团。那这个是电的，它这个数位的，他们就去录一个真的管风琴的管子的音，然后数位化。罗芳华的技艺超群，但是演奏盛世的时候却不炫耀自己华丽的技巧，只希望观众能够好好唱出赞美诗篇。你好，我是金玉，欢迎收看真情部落格。今天的来宾他真的是一本童话书里面的主角哦，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姓氏叫做 Rose。他在50多年前来到了台湾，并且在台湾的东海大学创设了音乐系。我们欢迎罗芳华老师。罗老师你好。谢谢你。你好老师，你的家乡原本在哪里？我的家乡本来在德州，美国的德州。德州、德州给人感觉就是 cowboy。哦，我们那边我住一个小小的城市，大概有3000个人左右。那在郊外我们有一个农牧场，离我们那个小的城市远大概差不多3英里半。那我妈妈是小学老师，大部分的时候教一年级。我爸爸是高中的数学老师，也是一个农夫。所以我小的时候常常有机会去农牧场玩。那不但是玩，我也是可以喂猪、喂鸡、喂牛，那么有的时候也可以骑马啦，那么有的时候也可以挤牛，因为他们也是种那个棉花，他们要收那个棉花的时候，他们要放在一个仓库的一个东西，因为要等那个价钱对的时候才可以卖。所以我很小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几岁，可能2、3岁吧。那他们在忙着把那个棉花放在那个仓库，我就问他们，我可以不可以帮忙？他们说可以，所以我就说好，所以我就开始帮忙。那等一下，他们要走的时候，发现到他们的车子没有办法启动，因为我把那个棉花都放在那个油桶那边。油桶啊？对。所以结果那个车子完全坏掉了，没办法。那怎么办呢？你妈妈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他们好像没有骂过我是什么，因为我问过他们我可以不可以帮忙，那他们说可以。那个我妈妈好像以后她说，那么那个就是我帮忙的方法，那个塞那个棉花进去、所以爸爸妈妈对你们的教育是非常尊重的。你小时候骑马你不会危险吗？其实那个我大概年纪大一点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小学可能6、7年级或是什么，那个才骑马，那个也是很好玩的。那匹马它是老的，所以不会怎么危险。那么我还记得我爸爸把我放上去，那没有那个马鞍，所以我很怕那匹马会跑走，所以我就拉得很紧，所以他等一下他就起来了，我就从后面滑下去。所以我骑马不是我的一个长处。听起来还蛮恐怖的。对啊对啊。是马型的溜滑梯了。对对对。对，那你在那样的环境长大，怎么会碰触到音乐呢？我想我妈妈以前可能自己很想学音乐。因为他长大的时候他们很穷，那他有一个姐姐大他好像9岁，所以他的姐姐已经在教课，所以他赚到一些钱，生了一些钱，然后自己买了一架钢琴，自己开始上课。那好像我妈妈很有兴趣，可是他们家没有钱，没有办法让他学。所以可是他自己学了，他学够，他可以在教会司琴什么的。
所以我想他就很想要他的女儿，我妹妹也是学钢琴，嗯，他就是要我们学琴，所以我们五岁就开始学，所以他就请那个地方的一个钢琴老师，嗯，那么他就是在我们家教，然后学生可以去我家学，然后他可以免费教。所以我想就是这个理由我们才有机会，要不然他们钱真的不够。小时候喜欢弹琴吗？不喜欢。对，我想牧场这么大，应该我出去玩吧。对呀，可是没办法，因为我妈妈她自己很有办法，她会因为反正就像你说的，喜欢出去玩，需要爬树，需要骑脚踏车，什么都很喜欢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不想练，可是我必须练，所以我就坐在那边，我就随便弹。嗯，那他说好，你要这样弹多久你可以，可是你真的开始弹你的功课，我才开始算你的时间。哦，所以我没办法。那要算多久时间才可以下来呢？大概不久，反正小的时候大概差不多半个小时或是什么。嗯，可是对我来说这很久。所以上去就不要再混了，赶快好好练。对对，而且我觉得那个是一辈子的好的学习。因为我到现在，假如我有一个不想做的事情，我就会先做它。哦，然后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你后来琴艺这么好，所以也要真的感谢妈妈督导有方喽。对，我妈妈很有功劳这方面。嗯，从学校提供的宿舍散步到邻近的牧场，虽然这里和自己家乡的牧场不尽相同，但是罗芳华还是像儿时一样喜欢看看牛只与马匹，也不时地来到这里和动物说说话。哎，你们不过来吗？我们的农牧场大概跟东海全部的效力都差不多，可是那个也算小的，在德州那个也算小的小的牧场。那么小的时候，我也常常来喂牛，常常挤牛奶，喂猪喂鸡，蛮不错。罗老师有一个信念，就是他看重所有的生命，不管是人或动物的生命，他觉得任何一个生命都不能被随便放弃。我记得有一次，那个他在校园里面发现了一窝狗，捕狗大队来要抓那个校园里面的流浪狗，结果看到这窝狗的时候，他们本来要抓，后来罗老师出来阻止说，你们不可以动这些小狗，如果你们要动它，我要叫校警来把你们赶出去。后来他真的打电话给校警，然后把那个捕狗大队的人请出去。那我就说罗老师，那窝狗怎么办？他就把那窝小狗带回去，然后一张一张拍照，拍完照以后放在他们家的客厅，然后有一叠照片他随身带着。那他只要看到遇到有朋友或者是有人来他们家做客，他就说，哎，来来来来，看你们喜欢哪一只，认养一只回去。有一次是哪一个地方有一只猫熊生了一只小猫，不是我们的营养，就是之前国外的动物园，然后他们也是架着那个摄影机一直 follow 那只小熊，罗老师家的电脑就开着，他每天一进门就进去看，来看来看来看，他说柯特你看来看，他就是一直在盯着那只小猫熊看。我是罗老师的学生，我女儿也是罗老师的学生，我女儿读音乐系一年级的时候，有一天回来就跟我讲说，爸爸，罗老师叫我问你要不要养狗啊。我看着女儿我就笑了，我说你还在人家手下，你的老师叫爸爸养狗，我怎么敢不养啊？结果他是说从邮局里面捡到一只没有人要的小狗，所以我就养了，也很可爱。到 Joey 啊，那有时候 Joey 带我们在我们家里面，那如果万一说稍微慢了一点喂啦，或者有的时候不愉快，会跑回娘家告状了。I expect someday you will find the right person and marry and raise a family。读着珍藏多年的信，字里行间里流露出罗芳华的支持。这是母亲在她决定来台湾宣教的时候亲手写来的祝福和鼓励。Yes, I realize you are not definitely deciding now. The time will come, and I pray that God will lead you into making the right decision, whatever it may be. Love, Mother. 那他妈妈常跟他讲一句话说，
他说弹琴很难嘛，他说我这个曲子怎么练都练不会。他妈妈说你再试试看啊，多试几次你就知道啦，试试看才知道啊，努力永远不嫌多。可是因为妈妈非常严格的要求他，他后来很感谢他母亲。那老师大概都是两年会回去省亲一次嘛，嘿，然后每次就会聊一下他妈妈的状况，他妈妈活到八十几岁吧。那我就说，您的教育的这个态度啊，或者是跟教学的态度，他觉得他妈妈影响他很大，哎，对，还有在生活上的纪律效率，都是他妈妈帮他建立的。听到很多人说，其实母亲对于罗老师的影响是很大的。刚刚听到你在读那个信的时候，也听到其实妈妈很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可以，这个把自己嫁出去的对象啊。对，他反而他没有很强调那个。当然，我想假如这样的话，他也会很高兴。你都没有考虑过找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吗？考虑过，可是好像。我不知道，可能就没有碰到对的人吧。你当初离开美国来到这么远的地方，妈妈的反应是什么？她就说我们要做什么，她都很尊敬，所以她让我们自己做决定。可是我想，反正妈妈都是这个样子，一定会担心。你自己真的要来的时候，会不会很舍不得？其实我离开我工作的地方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离开了家一段时间，我离开我那个工作的那个地方，我是舍不得，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地方。我在那个 Louisiana 州，在那边一个大学教，也在一个教会弹管风琴，跟做他们的宗教教育工作，好多好朋友在那边，真的舍不得离开那边。可是我觉得可能这个是上帝的呼召，可能我应该再试试看另外一条路，所以我就离开了。你来台湾之前，你知道台湾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吗？那台湾我都没有听说过，不是像现在常常上新闻，所以我赶快去找一个地图，看到底台湾在哪里。那个时候很多朋友说，哦，你不能去那边，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越南的战争。那他们就怕太靠近越南可能会危险，所以我说反正我不知道，假如他们要我去那边的话，那我就去看看。那个时候你的感觉是冒险吗？可能我就觉得很兴奋，有这个机会做另外一件事情，因为我觉得反正会不一样，应该很有意思。其实我相信你里面有一个就是没有让你很害怕的原因，是你是为了要服侍上帝，我想是，所以才来到台湾的。但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感动说你要把你的生命拿来服侍上帝呢？不知道，高中或是大学的时候，对，那个是一个音会，那个时候我私琴，我弹管风琴，有一个大学，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管风琴，他们要我去那边弹。那个最后一天，他们有一个圣餐的礼拜，那个时候我没有弹，他们有他们的大学的管风琴老师弹。是，那我就是在那个圣餐那天，我第一次真的体会到上帝跟我同在。那么那个时候我就是觉得我的生命就是他的，他要我做什么，我是希望我就会尽量做。所以那一次的经验是一个很大的关键。没错。所以后来你是到了路易斯安那州的那个工作之后，才发现有一个机会可以来台湾的吗？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教会常常会有传教士来讲，可是那个时候我非常的害羞，我没有想到我会离开我的家乡。那么，可是好像就是越来好像这是我非做的事情不可，所以我还记得很清楚，有一段时间我在想，因为我们的差会有一个制度，就是你28岁以前，你可以去一个国外的地方，那然后你在那边3年，假如你要继续留下来，假如他们要你留下来可以，不要的话也可以。那个时候也有一本书，一个小册子。它里面
我还记得有一行，他就是说，世界上需要什么创教士？有一个地方说，台湾东海大学。那那个时候我都没有想到那个是我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也突然间28岁。所以我知道，假如我要做这个事情的话，我需要赶快做决定。所以那个时候，我记得有一个朋友，他就说，你怎么搞的？你好像本来很和气，跟大家打招呼什么，好像现在有点改变。我说，哎呀，我在想事情。那我就跟他说，我在想，是不是应该做传教士？那我也记得很清楚，有一天我在开车到教会去的时候上班，我就说 yes， 我愿意做，所以我就跟上帝说我是愿意做。所以那天下午我就去找那个教会的牧师，我就跟他讲，我想我要申请差会做那个传教士。他说哦，他说这个不行，我们需要你在这边。我说放心，他们不会接受我，没有关系。可是我想我必须试。那么他们不接受的话，那我就会留在这边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写信给差会，也写一封信给我妈妈，问她的意见。那么就从那边开始申请。所以你后来真的去 apply 了以后，大概隔了多久你收到那个通知？写信有一个过程，你要经过身体检查、心理检查，然后他们有一个委员会，那个时候离我比较近的地方是 Dallas, Texas。所以那个前面两个都过以后，他们会有那个委员会来访问。那么，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来了，所以然后就是那个暑假我去一个训练的地方，然后8月就来台湾。所以差不多半年的时间。那我就是点名好了，所以我就看他们的名字。那么我说赖超堂，哦，全部的那个合唱团就笑翻了。我说到底我说了什么？他们不会讲。他说没关系，等下课以后我再问人。那当然应该是赖超堂，因为台湾话超堂是臭虫。50年前的台湾历经物换星移，早已和过去大不相同。当年才28岁的罗芳华，带着家人的祝福，只身来到这一块美丽的福尔摩沙。中港路，我来的时候就是小小的一条路，我就是觉得哎呀，好棒！我真的可以住那么漂亮的地方。我们盖那个旧戏馆的时候，那个有时候那些洋会跑进去，那个就是一个练习的地方，所以它有一个长的走廊，所以那个羊就会跑到那边听学生弹。开玩笑，没有。那时候的台湾，民国54年的台湾是没有国际能见度的，他也不知道台湾在哪里，所以那个他的，当他决定说他要来台湾的时候，他 have no idea about 台湾，然后他朋友很紧张说千万不能去，为什么？他说，那个在打越战呢，离越南很近，你千万不可以去那么危险的地方。可是28岁的他就这么勇敢，就两个像海盗箱的行李箱就坐船来台湾了哈。以前刚来的时候，他还在学中文，不过因为他对声音很敏锐，他有绝对音感，所以他的中文常常是中英文加在一起。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常常跟我们讲，比如说这是没有关系的，他会先讲英文 because。This is 啊，没有关系，啊，他会用英文、中文掺杂在一起，让我们听得笑坏了。哦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，会让你这么勇敢，然后这么开朗，这么乐观的面对前面波涛汹涌的海浪之外一个你完全不了解的国度？民国54年哎，对，交通很不方便吧？哦，我是坐船。本来是要坐货船，可是到最后那个货船改变成一个，就是要运武器到越南。后来我们被放在那个头等，而且在那边我学过用筷子，因为我们桌子有一个很倒霉的一个人，他是一个住菲律宾的那个华侨，
我们有三四个传教士在那边，那他们会有一个中国之夜，一个日本之夜，什么，所以刚好是中国之夜。那他说你们会不会用筷子？说不会，我本来以为筷子是这个样子，你知道。后来他说好，我教你们好了，所以我们都拿了筷子，用那个方块糖在那边，所以他教我们怎么拿，然后就穿来穿去。然后那个菜真的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办法吃。所以你才学了一天，你就可以拿方块糖了。对啊，可是手好痛哦。然后你们的船是先到了日本，是不是？呀，先到日本，然后坐飞机到这边。再坐飞机过来，你看到的是什么？旁边有一些很可怜的人，他们住大概好像就是那个纸箱做的那个小房子什么的。就那个就是从松山里到台北的那个时候，那个是我最大的印象。所以那个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吓一跳或很失望？没有，因为我的脑海没有什么 idea，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我都不知道。嗯嗯。所以我就这样来。你那时候会不会想回去？其实我觉得我来了差不多两个礼拜，我就想，我可能会想留在这边。因为我觉得中国人我很喜欢，大家很客气，那么吃的东西当然不要说太好吃，那学中文也很有趣，所以那个就我就一开始就很喜欢。你学中文学得顺利吗？你会不会觉得很难啊？其实我学过一点那个西班牙文，我在美国的时候，在大学，可是那个时候我认为我大概不会学一个语言，因为我的分数很高，可是我不会讲什么话，我就会讲 adios, hasta la vista 什么，就是再见 ，see you later 哈这一类的东西。可是我们来以前，那些传教士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地方就是在纽约，他们请了一些不同国家的人来，那我们传教士被分几批，那他们会派你到你不要去的那个国家，因为他们怕，比方我去学中文的时候，在我开始的时候我有不好的经验，可能是影响我来这边真的学中文的时候，所以我被派到一个非洲的一个国家，那个非洲的国家有很多很奇怪的声音，有这种声音，那我发现到我们那个房间的人有差不多20个，可是我发现到，哎，好像这20个人我做得不错，所以我在想，哎，可能学语言真的很有趣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有趣说，哎，说不定可以学。你是学非洲话开始学？对，对，学中文有信心的。对对对对。你后来从台北到台中，你记不记得第一次看到东海大学的印象是什么？哦，当然记得，我们就到那个校门口那边，走进来，我跟另外一个传教士，那一看那条路，现在那条路还在，很漂亮的树什么的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我真的可以住这么漂亮的地方，我觉得很高兴。那么，然后一进去就有。我们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，去一个另外一个传教士的家，遇到一个学生，那就问他，你知不知道这个人住在哪里？他说，哦，我知道啊。他说，他就开始跟我们讲怎么，他说，啊，算了，我就带你们去好了。所以我就是觉得，哦，东海的学生很棒，他们那么愿意帮助人，所以那个对东海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。可是你开始要上课了。你开始上课是选择用英文还是用中文呢？哦，对，我开始我是用英文，对，那慢慢学一些中文。其实那个时候的学生很倒霉，因为我中文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我会用一点中文，然后不会的话就把英文放进去，有点像那个简老师刚说的。那么，可是慢慢慢慢就好一些。可是你的中文，他就刚刚他有在讲啊，说很好玩。应该有闹出一些蛮有趣的笑话吧？哦，有有，那个时候我指挥声乐团，那我觉得我慢慢我可以开始看一些字，所以我就，那我就是点名好了，所以我就看他们的名字。那么我说赖翘堂，哦，全部的那个合唱团就笑翻了。我说到底我说了什么？他们不会讲，他说没关系，等下课以后我再问人。
那当然应该是赖草堂，因为台湾话草堂是臭虫。臭虫。对。来到台湾将近五十年，在课堂上用流利的中文上课，对罗芳华而言早就不是一件困难的事。上课前总是提早到教室预备课程的他，对学生的要求也自有一套标准。你写的报告，你一定要有附注，还有书目。你说你引来这一段是从哪边引过来的，他要写。所以我被他发现是因为我写报告也有这个习惯，他们跟你讲你做得很好啊，你看报告他每一个地方都看了，你就知道说你写的细心是重要的啊。他为了要看当时中文他还看不大懂，还叫助教翻译给他听，说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。我常常有时候在跟他聊天的过程电话来了，然后学生就在那边讲说，哎呀，我这个曲子练很久练，罗老师说，他说因为要毕业演奏了嘛，他就说，哎，这个曲子练很久啊，怎么样怎么样。老师说，你既然要选这个，既然决定了这个曲子，你无论如何练到好，我下个礼拜听你，然后要到什么样的水准，什么样的程度。所以很多学生是被他一当再当的。他都跟学生讲说，我从来不当人，是你们自己当自己。我觉得他就是有他很独特的想法。如果你不认真，他就说我没有办法教你了，他就会很直接。我觉得我们的人就会比较客气啊，就算不能接不什么，还是可以继续教他。可是罗老师他不讲，他除了对比较就是你弹奏需要的工具很严格以外，其实你个人对音乐的一些想法或者是诠释，它是给我们很大的自由空间。对，那他上课其实也不一定就是在旁边一直盯着说，哎，这个怎么了怎么怎么了，他不是每一个小节那么细的去告诉你，他其实是有的时候是稍微保持一点距离，可是他有在听，然后他给你一个适度的引导，所以他有留一个空间给学生。好不错，比上个礼拜好得多哈。OK， 弹那个地方。可以特别出来。现在的东海音乐系已经是台湾主要的音乐学术殿堂之一，这也是罗芳华过去数十年的心血结晶。那时候 CD 这个东西是很昂贵的，那他为了让我们有更宽的视野，他就有积蓄，他就去买 CD， 就奉献给我们音乐系。所以我在大学的期间，他已经帮我们 collect 到四五千张 CD， 你可以看那投资多大哈。所以这方面的爱心，就是很 touching。其实刚刚看到了学生啊，然后老师啊，在谈你的教学态度哦。其实罗老师，你最在乎学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求学的态度？其实我觉得大概两方面，一方面是他们的音乐哈。音乐，因为现在很多音乐家弹钢琴会受伤，因为弹得不健康，所以我很注意他们弹得健康。那当然他们的音乐诠释我是尽量给他们自己的自由，那么除非就太离谱，我才要做什么。那另外一个是我就是他们整个的人，就是他们人生，那这个大概是间接的来帮忙。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态度，学生的态度现在可能不是这么积极，所以就是怎么让他们
知道他们自己可以做，而且帮助他们知道怎么做。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不但是帮助他们的音乐，也是帮助他们的一个人生。可是你刚刚来的时候，其实东海大学并没有音乐系，那你那个时候教什么？我教音乐欣赏。那个时候学生也可以选修钢琴跟竖笛跟管风琴。一开始学校的资源还不太好吧？The resource 还不是很好。对，没错。其实我觉得我还记得也很有趣的事情，所以有人跟我讲他们有一个 Steinway 的那个钢琴。我就很期待去听看那个 Steinway 钢琴，去看弹的时候，哎，怎么搞的？后来发现到它里面的那个响板裂了，根本不能用。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旧的，就是那个小的 upright 的那个钢琴，所以慢慢要开始音乐系的时候，就是要慢慢增加。那个时候那个 Oberlin 大学帮我们很多忙。他们奉献了一些钢琴什么的，那慢慢就是一些教会也帮我们建一个练琴的一个大楼，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帮忙。曾经有人奉献过管风琴，是你很喜欢的啊、哦？对。可是为什么后来没有了？那个很有趣，他本来他们装的时候是放在那个体育馆，那体育馆你一打一个球，那个管子就走音。所以本来根本不应该放在那边我弹了一次而已，因为那个音太不准，没有办法用。后来那个管风琴拆掉了，送到那个台南的太平镜教会。所以现在在我们东海教会，我们就是用一个，就是像台北的花园堂的那个 Allen 的那个电子管风琴。你来台湾东海以后，你就很希望能够推广音乐，所以其实你还有办一些演奏会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们常常我会吹竖笛，有时候去巡回，那么有的时候弹钢琴，当然 organ 没办法，管风琴。那个时候我们的圣乐团也常常会出去巡回演奏。我记得有一次在校长的家，他办一个晚会，好像是师生的，那他要我弹钢琴，所以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助教张欢，所以我们就想弹那个四手联弹，所以他把他那个钢琴搬到他的后院的那个阳台那边，所以我们就开始弹。我突然间 whoops 有一个壁虎掉到那个毽子上面，后来他就跑走。我听说还有很多人，你们在弹琴的时候想跟你们拍照，但是他们不是等你们弹完，那个时候那个很恐怖，那个开一个音乐会，你在那边弹，我等一下有的时候人会上台，而且用那个闪光，就走来走去给你拍。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弹一个，然后有一个人站在那边，他有那个摄影机，我一直在看他，我一直在想我的曲子，说赶快照吧。早期的时候，大家开对演奏会，可能在那个地方还没有真的了解要怎么尊重演奏者。对，而且那个时候的钢琴比赛，台湾一直有钢琴比赛，那他们的孩子上台的话，父母都会跑上去直接照。对，现在进步很多。刚刚也听陈安老师说啊，说你还会带着就是一些学生去原住民听一些耆老的音乐啊。那个时候台湾比较没有看重这个东西，那我觉得是很重要，因为那个时候原住民的学生开始到那个台中或者到台北什么上学，而且常常不回去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失传那种东西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最好我们应该把那个留下来。那个跟骆维道老师那个时候出去，还有那个时候许瑞亮跟许昌慧，他们也对这个很有兴趣，可是慢慢有一些更多的人有兴趣，所以我觉得我不必再做这个，因为我是外国人，我没有办法好好的做，就是希望有人会开始有兴趣去保存。对，你来台湾之后就没有再回去美国了吗？有，我回去了两年念博士学位，因为我来的时候我就有硕士学位，然后回到这边一年，我们才
音乐系才开始，那个是1971年音乐系开始。1971年，对。可是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之下，要成立一个新的系，很困难吧？那个时候好像就有师大跟文化，大学方面，所以最大的困难，是老师，很难找老师，因为那个时候台湾真的出去念音乐的人很少。你后来是怎么找到老师的？而且还要找经费。第一个从国外找的好像是一个菲律宾人，那就慢慢增加。在人才跟资金之外，其实招生上可能也是刚刚开始初期的一个困难哦。因为早期台湾人的家长可能会觉得念音乐以后不知道要做什么，对不对？我们那个时候收的学生大部分是教会的学生，那么他们也以前，你记得那些那个风琴，你就是要踩的那种，他们很多人就是在那边学。我还记得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事情，有一个人，因为我第一年我也是教主修副修都教了，那有一个副修的学生来上课，我说哦，我记得你弹得很好。其实我到现在他还记得他弹了一个肖邦的圆舞曲，弹得很好。他说没有。我说奇怪，为什么没有？我说没有。我说你真的你弹得很好。他说没有。我说你的没有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我没有学过。可是我说可是你弹的那个曲子这么好。他说。哦，那个我就死背他，为了那个我就弹一点点那个曲子，他以前没有弹过琴，他就学了那个，所以真的要完全从头。哎呦，那主修不是那么惨，可是真的，那个时候的音乐的那个基础，不是很好。你明天早上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走路吗？我说好啊，所以就起来跟他们一起走路。哎呀，我发现到他们走得很慢，我就想，哎呀 ，Not me, not now。这个罗家的麻酱面，其实我喜欢它是那么肉，但是它的一种很奇怪的蔬菜汤千万不要试。没有，那个是最好的。在罗芳华家中，永远是这样充满笑声，每一个到访的朋友都像回到家一样的自在。那圣诞节的时候，罗老师会要我们大家到他家去唱歌啦，啊，或是包水饺啦，啊，水饺比较少，啊，或者他会做那个蛋糕给我们吃啦，啊，大家聊一聊啦，或者有时候圣诞节完了以后，还要 burn Christmas tree， 那圣诞树枯掉以后怎么烧？他也把美国那个习惯带到我们这边来，所以我们从学校里面跟老师在一起都有这种经验。每一个月我们有一天在罗老师家聚会这样。做完礼拜，我们就会过来这边一起，把我们的便当带过来，大家一起吃饭。罗老师会做很好吃的点心，然后我们就在罗老师家聚会聊天这样子。有一些学生甚至经济上有困难的时候，罗老师家以前有一个小的储藏室啊，然后他就把那个储藏室整理干净，让学生住在那里，供他三餐，照顾他。把这里的朋友视为家人对待，对大半辈子都住在台湾的罗芳华而言。这里早已经从他乡变故乡了。罗老师把台湾视为他就是他的家了。对呀，他其实他很有趣的事情啊，就是他有一个特质，就是他不喜欢麻烦人。那我们知道他是单身嘛，哈，然后
也渐渐要面临老年的问题，所以他要退休的时候，他有要申请那个养老院。后来呢，他回去看了那个养老院之后，他就改变主意了，他觉得台湾有趣多太多了。他觉得他的家人、他的朋友，通通都在台湾。这五十年来，他所累积的生命的所有的关系都在台湾，所以他是应该是东海大学特准的一个荣誉教授，是让他可以永远居住在他的那间宿舍。我们很高兴他留在台湾，他毕竟跟我们学生们都很有感情。他住在学校里面，他现在又把房子弄得很漂亮。那事实上这很有人情味，因为他以前在东海教书的时候，他是宣教士，他没有拿东海的薪水，是差会给他的薪水，所以校长也很 kind， 就同意他的要求，让他住在原地，不必搬到退休宿舍。罗老师，我很好奇的是，你应该会做很多好吃的东西，他们都去你家，你还会做蛋糕。可是他们说的那个汤是什么汤啊？哦，那个汤其实是很好吃。那个汤就是有什么东西你就放什么东西，然后你就把它们都搅在那边就喝，就杂菜汤。很健康哦，对啊。你曾经真的考虑要搬回到美国定居吗？那个也是好玩的，那边我有一个朋友，他那天中午他请了一些对音乐有兴趣的朋友一起吃饭，来跟他们聊一聊。他们说：“哦，你要赶快来，你要很快来，因为你比较年轻的时候你来，然后你可以帮助年纪比较大的。你年纪比较大的时候，人会帮助你。”后来那天晚上我住我朋友的朋友的家，他说：“你明天早上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走路吗？”我说：“好啊。”所以就起来跟他们一起走路。哎呀，我发现到他们走得很慢，我就想，哎呀 ，not me, not now。所以那一刻就决定要回台湾了吗？我那个时候已经也在想，我就慢慢想了，慢慢变得这个样子。你在美国的家人没有很想要你回去跟他们常住吗？哦，没有关系，我家人就一个妹妹。那反正我们常联络，我们用 Skype 啦，或者是 email，或者什么电话。他们有来过台湾看你吗？他来过，可是是四十多年前。我希望他将来不久可以再来。问罗老师，你一直都是看起来非常的喜乐，神采奕奕的，你是怎么样让自己保持这么青春，这么有活力啊？其实我觉得可能我妈妈爸爸的基因也有关系了。因为他们也蛮健康哈，那当然我觉得信仰也是一个大的关系。那么我也是尽量吃健康，我也是尽量运动，就是反正上帝给我们这个身体要好好的照顾哈。而且你还有一个很像孩子的好奇心哦。你才去看过极光回来是不是？对，我跟一个朋友，反正我们有五个人去那边看，然后很幸运我们在那边差不多十个晚上看到了五次。很漂亮，那个极光都在那边跳舞。所以你很喜欢旅行咯？下一次想去的地方是哪里？有没有规划？我不知道，你知道我有一点想去北欧看他们的极光。不知道，还没有计划，反正就是在想。你对极光着迷了，所以你看，真的是生命安排得非常的精彩。我们也来看看大家对你的祝福。罗老师，我相信呢，你这一辈子其实不需要太多祝福，因为你已经蒙受了很多的祝福，而你的祝福，上帝给你的祝福，其实都已经散，就像玫瑰花一样，像你种的玫瑰花一样，散发出馨香之气，去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。如果我要祝福你呢，就是祝福你身体健健康康，然后呢，以后我们常常一起去游泳。老师，谢谢你，你是我生命中的恩人，谢谢。很高兴能够有你在生命里面，我们跟你学好多，你的赤子之心，然后你那么会关心人，然后你平易近人，真的是学习好多。
求主祝福你，让你的身体永远这么健康，也这么永远这么快乐。罗老师，我想跟您说，谢谢您，在28岁的时候来到台湾，然后将您的一生奉献给台湾，然后让我们东海有音乐系，然后你为台湾栽培了这么多的爱乐者，还有演奏者，然后我个人最幸运的可以成为你的学生，而且长久以来在您身边学习，当一个怎么样做一个老师，然后在信仰上也学习到怎么样做用生活。来当一个好见证的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非常谢谢你，罗老师啊，谢谢你的教导，我两次出国都是你的帮忙，真的要谢谢你。不过跟老师说，我的孩子受你影响很大，我们家庭受你影响很大，谢谢你的教导，上帝祝福你。你看，除了教了学生，学生的孩子也都是你的学生，所以当初罗老师你怀着梦想来到台湾，真的是帮助了台湾，很拓展了我们很多音乐的视野。那老师你接下来还有什么梦想吗？反正我想就继续走下去吧，那么可以继续教多少就继续教，那么在教会服侍多久就继续服侍，反正我想跟现在差不多吧。你回想过去28岁的你做出的这个决定，一路走到现在，你有什么感想？我很高兴我做了这个决定。假如可以再重回演一次的话，我想我会做一样的决定。罗老师，最后有没有话要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分享呢？我就想说，我非常非常幸运可以来到台湾，我得的比给的多得多，所以要谢谢大家的帮忙，谢谢大家的祝福。其实刚刚谈到梦想啊，梦想真的是让一个人可以坚持而且勇敢活下去的一个力量，不要因为担忧而放弃了大好的机会。罗老师他向神寻求，因为他也是以耶和华为乐，耶和华于是就将他所求所想的赐给了他，来到了台湾。虽然远渡重洋，经过了水火，但是还是来到了丰盛之地。在经历过这个非常艰辛的爬坡过程当中，我相信罗老师也看到了他有非常多的学生，看到了在顶峰的那个风景，也开始要享受那个下山的轻快。我们谢谢罗老师把他的青春奉献给台湾，也请罗老师好好的享受现在台湾要还给你的友情和台湾的美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非常非常佩服，也很尊敬每一位宣教士，真是很佩服他们。每个人可能最安稳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家，为什么会有人愿意离开自己最安稳、最舒适、最让你放心的家，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呢？好像罗老师，28岁，一个那么漂亮、那么优秀的一位音乐工作者，漂洋过海到一个他从来没有，甚至他不知道台湾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，然后他就去了。在那里一待就是50年的时间，而这50年，神透过他使无变为有。东海音乐系从只有一位专任老师开始，每一样甚至连琴都是一个一个去募来的，从零开始，而直到今天，东海的音乐系成就了上帝多少荣耀的工作，多少人才被培育出来。我觉得在今天整个的分享里面，我特别感动的是在最后那位他的学生说，老师谢谢你，因为你是我的恩人。觉得人生活在世上最大的价值就是你对别人有影响力，而那个影响力是一个正面的影响力，是一个翻转人生命。什么是恩人？你改变了我的人生。我觉得上帝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，就是对别人产生影响力，翻转人的生命，能够真正改变人生命，那是上帝的工作。可是上帝却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与他一起同工，
跟他一起同工，做成这荣耀的工作。罗老师，我们真的很尊敬你，虽然我不是学音乐的，虽然我没有被您教过，但是谢谢你，你成为这样一个影响别人生命的人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28岁的时候他会做一个生命当中这么重要的一个决定？也许你也正在面对你生命当中一些很重要的决定，为什么一个28岁的人可以做一个这样重要改变他自己一生的一个决定？那是因为18岁的时候，在那个淫会当中，他遇见耶稣。其实他可能跟我，或者是跟我们中间很多人一样，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，但他说18岁他还在念高三的时候，在那个淫会里面，他真真实实的遇见，不只是知道耶稣，不只是哦有一位耶稣，我看过圣经，我也去做礼拜，是他真真实实的遇见了这一位耶稣基督。他的生命开始有一个改变，他跟主耶稣说，在那个爱里面，他回应主说，我的一生给你用，你要怎么用我，我愿意被你来用。谢谢主，遇见耶稣改变了罗老师的一生，神也用这个被他改变的人去改变了许许多多的人。东海把那个宿舍永远给罗老师使用，我想那个关键是因为罗老师把东海，把台湾当作他永远的家，因为他回应了上帝对他的呼召。愿今天主也对你的心说话。